老公在督促。对呀、啊，说你不认真画了，让他没有机会表现啊。其实画画的话，工作一样有。王老师啊，啊，我给办来几啊？好好好，再见再见。话讲太多。嗯不会的，来自是讲话，我省嘴巴干什么？你哑巴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哑巴也要讲话。因为市议会很多用笔的呢。台北市议会啊、哦，展出蓝天美术馆罗浮宫得奖作品。这个，他这个样子才是老师的作品啊。老师是换两个人呢、啊，换啊，老师也啊。那老公就问我，你从哪里的那个、啊、这个是什么？另外我给老师的看，那个、老师的那个这个比较像嘛，你换什么？讲没关系呀、啊。啊，老师的大陆有75，台湾30。他还会给你计较？这你换的是什么？他、啊、另外，我画的照着老师这一张、哦这个。那他如果做老师的话，也很严的，啰嗦的。华国龙公展览。我跟他填表了。我为了怎么样？下礼拜25号有一个拍卖会，国际会议中心。我担心买景会不会来？我赶快来找。好，好，再见。我的在做哪不？房子哎。这个早干什么了？我说幸好上上课，要假如不上课，不可能一个人坐起来乱画画，哪有那么要起来上课哈、哦？然后回去讲一讲这边的，对呀、啊那个，大家看一看，一看哇，大家画的那么好。他人家没有讲好，回去也要跟老公吹牛说，哦，人家说我画的不错哈、啊。对呀、啊。一定要跟他讲，人家说好，我就跟他讲。因为你那画的，人家都说我不好，只有你说我好。老师给你改又不一样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就讲一定要上课，老师一改，完全不一样。我身体是要有东西吗？嗯。你这个比超敏好多了啊。你这个纹路哪来的？我说把纸搓一搓吧，就可以了。你要讲说，你要跟他讲说不可以告诉你。那你怎么来的？那很简单的，把纸搓一搓。说的比上的还好。他是一个好老师，你是一个好学生。说的比唱还好听呢，还快。你怎么学的？我说看好多人这样做。哦，那个纹路，我这也搞不清楚。我看他们都是把纸搓一搓，我说我也来搓一搓。对呀、啊，因为那么大，你还有那么大一块，我就没办法。你还有搓，那个超明连搓都不搓的。对呀、啊，你在想这么大一块，你老公对你还不错，他没有讲说你这幅画里面这个纹路画的。他没有，他说怎么出来的？纹路本来是用画的，对呀、啊。啊，但是。用什么方法画出来那么自然？嗯，是不是？七、八、九、摸九，摸啦，七三，摸啦。我老公夸我这个人物画得不错。对呀、啊，他说：“哎，这个人还像个样子。”原来你画的那是什么？我说是碰巧的。哪里？因为到最后啊，那个人真的没办法把持住。非常好了，你这张真的非常好啊！真的、啊，我回去跟他讲，老师一改就不一样了。那个人画的不简单的、啊，大家都说。对啊。你要回去跟你老公讲说，人家都没有说这个好，就说这个人。你的眼光不错。
有那个那个，所以来上课不错，笑一笑。对呀、啊，没有长命百岁。你老公那几个字也写得好。对、哦，他讲说，学不见好，嗯，意境好。对呀、啊，意境又好，提的。对呀、啊，老他说老师为什么换两个，你为什么换一个？我说你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可不就一个人？那两个人的话啊，就说哎，比你打的还真好。这本书，你还打个嘴？对啊，我们两个拌嘴的。